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间装潢非常漂亮的公寓。这间公寓位在于中和区华湖街，这间楼层位在于第三层，也就是三楼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非常漂亮的三楼公寓，位在于中和华湖街。我们这间的全幢将近22坪，屋龄46年。我们这间的格局是3房2厅2卫，两个阳台，格局非常的方正。目前室内的管线全部更新，所有的用料都做得非常好。如果你们对这间房子非常有兴趣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跟我联络，或者是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马上回复你们大家任何问题。谢谢你们大家。如果你们本身有房子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随时来电找我服务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我的服务范围是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跟我联络。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这间的格局非常的方正，我们有前后阳台。这间是我们的主卧，我们主卧的浴室做得非常漂亮，空间也非常的大。在这里跟你们强调，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，
如果你们本身真的有兴趣，欢迎你们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我随时都可以让你们参观现场。请你们仔细看，每个做工的地方都做得很精致，不是随随便便做出来的物件。虽然房子有包装，可是包装做得非常有良心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放心。我们这边是一个单纯的社区，非常的安静。附近有五大公园，非常适合大家庭、小家庭来这边玩耍。这间是我们的主卧，空间非常的大，格局也很漂亮，非常的方正。我们这间房子没有任何瑕疵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如果你们非常有兴趣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跟我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这边是我们的后阳台。我们后阳台也很大，可以让你们最少放四台洗衣机，空间真的非常的大。所有该更新、该更换的，全部都已经全部换新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放心前来参观。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。千万不要一想再想，等你想要回头看，早已经卖掉了。有包装的物件可以随时入住，非常的方便，不用再费心思想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怎么装潢怎么装潢。这间房子真的很方便，可以随时让你随时搬进来住。这边是我们的餐厅，也是我们的厨房。我们的厨房空间也很大。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我们的公共卫浴空间也很大。
我们这间房子真的装潢得非常漂亮。如果说你们大家看到这部影片有兴趣想看现场，欢迎你们随时来电跟我联络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这间是我们第三间的房间，属于合适的格局。这里也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真的非常大，可以让你放下3+1的大沙发。我们这间的格局真的非常漂亮，方方正正的，格局很漂亮。还有前后阳台，2个卫浴。室内的装潢也做得非常精致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很漂亮的公寓，位在于中和区华福街。我们这栋楼层楼高5楼，我们这间的物件在于3楼。这间的格局非常的漂亮，3房2厅2卫，2个阳台。我们这间的屋龄将近46年，目前报价是998万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部影片，有兴趣想要看现场，欢迎你们赶快马上打电话跟我联络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。如果你们本身有房子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打电话跟我联络，我有负责包租代管的服务，一定会让你们大家满意。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我的服务，也请你们马上打电话跟我的联络。我的服务范围是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很漂亮的公寓3楼，就到这里结束。希望你们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们随时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或者是马上打电话跟我联络。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